越早完成队形，越早来玩球，来不要先丢，不要先丢，球回来。哦，间隔距离先出来 ，OK 吗？陈老师可以吗？可以哈。好，来，好，现在开始练习滚地球的，滚地球的基本动作，来，开始吧。滚地的哈，接滚地，身体要蹲低哈，要蹲低才接得好球哈，要不然球都从你的胯下就穿过去了哈。身体要蹲低哈，接球的时候，传球的时候，重心才，重心才转移去做投球。然后丢，负责丢滚地的。负责丢滚地球的，不要丢太用力哈，不要丢太用力。哦，你们现在练习，下午在比赛的时候，模拟对抗的时候才能应用哦。我会喊。